咱们中国的每一个传统节日啊，都有着特殊的文化内涵，而端午节的习俗和寓意是尤其的丰富。苏轼有词云：“虎父缠臂，佳节又端午，门前艾府青翠，天旦纸鸢舞，粽叶香飘十里，对酒偕尊祖，龙舟争渡，助威呐喊，凭吊寄江送君赴。”我觉得这恐怕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当中对于端午节最为全面的描述了。那么说到丰富呢，我觉得端午节啊，首先是一个爱国节。所谓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2000多年来，忧国忧民、清正高洁的屈原就是端午节最核心的文化符号。忆余兴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这是怎样坚定的信念和深沉的情感啊！屈原所代表的爱国主义和家国情怀，也是端午节最重要的文化内涵，深深根植在中华民族的基因里。爱国可以说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而在中华民族浩荡的历史文化长河中，爱国情怀始终是伴随历史前进的主旋律。这恐怕也是端午节2000多年来都传承不衰的根本原因了吧。中华美食誉满天下，端午节也是一个美食节。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光是粽子就有传统的蜜枣粽、豆沙粽、咸肉粽、蛋黄粽、火腿粽、海鲜粽、双拼粽、碱水粽等等诸多口味，还有近年新开发的酸奶粽、榴莲粽，甚至是臭豆腐粽。除了粽子，各地也还有不同的饮食风俗。河北吃五毒饼，甘肃吃面扇子，福建吃煎堆，江汉平原吃黄鳝，东北地区吃大糕，江南地区吃咸蛋，喝雄黄酒，各种好吃的好喝的，实在是口味非常的丰富。试想全家围坐，亲朋欢聚，那浓浓的烟火气，满满的人伦情，传递的和传承的都是中华儿女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如果说古代中国有什么大型体育节日的话，那非端午节莫属。当时南方赛龙舟，北方射柳、斗草、打马球，这个节日简直就是全民运动会。想象一下，在开阔的江面上，前村后寨最健壮最结实的汉子们，随着鼓声桨声奋力划桨，千帆并发，百舸争流，一艘艘龙舟像一条条水中蛟龙，飞扬击水冲向终点，岸上男女老幼加油鼓劲儿，呐喊助威：同舟嘛共济还让路，好子嘛遗憾浪靠边，百舸嘛争流千帆尽，波涛在后浪在前。那是多么壮观带劲儿的场面，这也正是我们中华民族团结进取、坚毅品格的最佳写照。依我看，端午节还是个美食节。古时候在这一天，出嫁的女子们都回娘家了，家家户户都把女孩子们装扮起来，头戴石榴花，身佩五彩丝，盛装出游，所以端午节又叫女儿节。有诗为证：都人重舞女儿节，九浦皎曙榴花沉，金锁当胸花作簪，山群江朵盈盈心。在节前啊，女儿家们就忙着准备事物了，用植物、用纱罗、金银丝制成了爱虎、爱人和五毒符，戴在钗头，贴在鬓侧。晋人也有诗来形容这一景象：夏崩收拾已鸳鸯，节尽天中分外忙，五色丝弦长命缕，葫芦样简女儿香。事物上的图案各个不同，年年都会翻新，美轮美奂，可以说是女红尽巧的展台。端午节呢，是中华民族流传了2000多年的抗击疫情的节日。春夏之交，疫病呢容易发生，所以呢，驱毒驱病、祝福安康，就是各种习俗的主题。喝雄黄酒、浴苦草、有百病，都
都是为了健康。虽然当时的人们呢并不知道细菌病毒，但是呢人们对大自然的还是充满敬畏，对平安健康充满渴望。可以说端午节是中国人的生命观、宇宙观、人生观的朴素表达，也展现出中华民族敬畏自然、天人合一的这样一种文化内涵。现在呢，实际上还有不少的地区和民众都在受疫情肆虐之苦，特别是我们的台湾同胞正在遭受这样一个疫情的肆虐，所以我们非常的忧心。在端午节这样一个驱邪祈福的日子里头，我们的期望的病毒呢早日离去，人们的生活能够早日重回正轨。听了大家的讲述啊，我都迫不及待等着要过节了。在我们想着准备祭屈原、吃粽子、赛龙舟、配香囊、擦艾草之际，先让我们一起祝福镜头前的华侨华人朋友们，祝福远在大洋彼岸的家乡的亲人们，祝福我们的祖国、我们的民族，祝福全世界的人民端午平安、健康、幸福、美好。